你是缺吃的还是缺什么？社会都这样，你可以偷商家的，你不能偷骑手。你知道我们一份子赚个3.5块，你偷我们一份，你知道我们扣几十块钱啊？家里老小不要养了。一份只挣3.5块。我们一份配送费他妈就3.5块，还爬楼梯5楼6楼，你不能这样的。先给你的，还给你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等一下，我看有没有动。没有。